密雅的中文老师姓陈，毕勇的中文老师也姓陈，他们的中文老师都姓陈，太巧了。Hello everyone, 你们好，我是 Tizzy 陈老师，你们今天好吗？ Today you are going to learn the phrase 太巧了。First, let's take a look at these two people. 他们是谁？他叫蜜雅。他学习中文。他是学生。他叫毕勇。他也学习中文，他也是学生。蜜雅的中文老师姓陈，毕勇的中文老师也姓陈，太巧了。蜜雅的中文老师是台湾人，毕勇的中文老师也是台湾人，太巧了。蜜雅的中文老师在斯德哥尔摩工作，毕勇的中文老师也在斯德哥尔摩工作，太巧了。蜜雅喜欢她的中文老师，毕勇也喜欢她的中文老师。再一遍，她叫什么名字？她叫蜜雅。蜜雅学习什么？蜜雅学习中文。毕勇呢？毕勇学习什么？毕勇也学习中文。蜜雅的中文老师姓什么？他的中文老师姓陈。毕勇的中文老师呢？他姓什么？毕勇的中文老师姓陈。太巧了。蜜雅的中文老师是台湾人吗？他的中文老师是台湾人。毕勇的中文老师呢？他的中文老师是台湾人吗？他的中文老师也是台湾人。太巧了。蜜雅的中文老师在斯德哥尔摩工作吗？他的中文老师在斯德哥尔摩工作。毕勇的中文老师呢？他的中文老师在斯德哥尔摩工作吗？他的中文老师也在斯德哥尔摩工作，太巧了。蜜雅和毕勇都学习中文，都喜欢他们的中文老师。
蜜雅的中文老师和碧勇的中文老师都姓陈，都是台湾人。他们的中文老师都在斯德哥尔摩工作，真的太巧了。你呢？你的中文老师姓陈吗？你的中文老师是台湾人吗？你的中文老师在斯德哥尔摩工作吗？你喜欢你的中文老师吗？ So that's all for today's lesson. If you like this mini lesson, please like and leave comment below.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and click on the bell icon so you won't miss any new videos from me. Stay tuned. 再见。